雷德儿 Janice 原来是胡定欣、炮嫂和汤儿的健身教练。想学这三位明星有 fit 爆的身形，不如跟 Janice 学一组腹肌动作，减肚腩兼且练马甲线啦。以下动作是训练我们的腹直肌和腹外斜肌。首先我们先平躺在瑜伽席上面，右手放在颈部后面，左脚屈膝踩地，然后右脚伸直提起的。记得上身腹部要开始用力，左手伸向你的右脚，然后同步再放低。动作记得手要放在你的颈后面去保护你的颈部，然后手脚要同时放低的。每边动作我们要重复30秒，然后换边再做的。以下这个动作是训练我们的上腹直肌。首先我们先平躺在瑜伽席上面，记得双腿要微微抬起的，然后左脚抬高成90度角，上身升起，记得肩胛骨离地，双手在脚下面拍手，然后回原位再换脚。整个动作要注意手脚要离地，同埋双手要在小腿下拍手的。我们重复动作做30秒。以下这个动作是训练我们的腹外斜肌。首先我们侧平躺在地上，左手伸直按住地面，右手抬起放耳边，左脚屈高，右脚伸直抬起的。我们要侧身卷起，将右手的手踭要垫到右脚的膝头哥，然后放松，慢慢回到原位。记住姿势，我们手踭要垫到我们的膝头哥，其次打侧身的身体要挺直的。我们重复动作30秒，然后我们换边会再做。以下这个动作是训练我们的腹横肌和核心位置。首先在前平板姿势做准备，双手屈曲成90度角去支撑地面，身体侧转去右边，将右手提起，左手撑地，双脚脚尖要 keep 住支撑住地面，然后我们慢慢回到原位，然后换边再做。记得做平板支撑的时候，身体要成水平成直线，脚尖要贴地，然后只是用上半身去做一个转动的动作。以下这个动作是锻炼我们的腹直肌和腹外斜肌。一样在一个平板姿势做准备，双手伸直地支撑地面，然后我们右手离地，将身体向侧转，左脚同时间伸直就踢向你的右边，用右手去垫左脚脚尖，然后回到原位，换边重复动作。记得这个动作最重要脚要踢高一点，令到你的手可以垫到脚尖，上身的腹部会有卷腹动作的。以下这个动作是锻炼我们的下腹直肌。首先我们瞓低的姿势做准备，双手按地下，双脚抬起成90度角，左脚的脚踭贴地，然后回到原位，换另外一只脚的脚踭垫地，重复动作。记得这个姿势脚要高举成90度角，然后你的腰间不可以有空间的，要平躺在地上面。